领旨，召聚。壮主，壮主，得噶啦，我一定可以起翻身。喺元月十五，我要亲自接受薛彩月嘅挑战。我唔要悲嘅，再一次发生喺我个仔身上，我要亲自接受薛彩月嘅挑战。我是你的儿子，让我代你老人家接受他的挑战。不好，不用。要，一定要。秘密是我泄漏，祸是我闯的，应该由我去解决，你就交给我了。他是你妻子啊。这些是以前的事，但他永远是你的儿子的阿娘。不可以，我不可以被这种悲剧延续在你们两个身上。这一战我一定要亲自去。我以你为荣，请给我当你接受他的挑战。有没有人啊？我们跟你们无冤无仇，捉你来做什么？你出句声啊！好了好了，不要再叫了，最多我不怕了。大不了去到地府，我叫阎罗王帮我们主持婚礼，最好我见我爹，他就会跟你讨价还价，叫你出钱帮我买嫁妆。逆了你了，大傻瓜。总寨主，人带咗翻嚟未？回总寨主，人已经带咗翻嚟。混账！我叫你哋将佢哋请翻嚟，你竟然咁样对我嘅贵宾。总寨主，对唔住啊，可能系传话嘅人搞错咗你老人家嘅意思。少讲废话，仲快啲松绑。系，松绑啊！系。我跪低，向两位贵宾叩头。我认得你了，我认得你了，你就是那天在刑场劫了李怀嘅那个人啊！唉，你扮走廊饭袋，班师糊涂，令两位受咗一场虚惊。出去。系。小人向两位请罪。铁总寨主，你快啲起身啦！你咁样会令我哋做万倍嘅折福噶。你识得我？你话喺我面前成日提起你，话你系铁拳无敌、古道热肠，系当今世上难得一见嘅真英雄。唉，我空有一双雄霸天下嘅铁拳，但系有勇无谋，以致弄巧反拙，将李氏两家嘅恩怨越结越深。唉，痛定思痛之下，不惜冒犯两位。将两位请回京城，你是李怀最好的朋友，我希望你助我一臂之力，将李怀和薛彩月之间的死结打开。老人家，你刚才说了一大堆什么恩怨、什么死结，我们都听不明白。李怀这个人有个缺点，啊不是，又或者是他的优点，他这份人从来不啰嗦，更加唔中意向人哋诉苦。铁总寨主，李怀同薛彩月之间到底发生咩事？李家同薛家又会有咩恩怨？你同我哋讲清楚。唉，
这件事应该由很多年前李怀的爹李万清先生和薛彩儿的爹天下第一剑薛清碧先生讲起。做咩？唔欢迎我呢个老朋友？我都翻咗嚟，我哋希望你同彩月之间可以好似我哋咁幸福，唔好再俾悲剧发生。到咗黄昏，我仲未翻嚟嘅话，就当冇生我呢个仔。薛弟，你唔好仗他人之气灭自己嘅威风，赢嘅一定系你。我哋喺屋企摆定宴席等你翻嚟，只要你唔好手下留情，赢嘅一定系我哋小李飞刀。你家嘅荣誉都在你手上，那荣誉不是最重要，你的生命才是最重要。你不杀死他，他就会杀死你，他生你就死。记住，这场是生死有关的决斗，千万不要感情用事，知道吗？小心啊！
小心，自己要小心啊！大傻哥，李慧，我啱想去揾你，我系嚟向你道别嘅。可可呢？可可喺房度喊，我去叫佢。我有事想拜托你，我死咗之后，请你帮我收尸。我唔想我阿爹见到我死相。我怕他身体支持不住，你就将我送回石南，葬在我阿娘的墓旁边。你们一定要决斗吗？真的不可以阻止这场悲剧？可以，我死了或者他死了，这场戏就完了。你们不可以这样的，李怀。我没得选，谁叫他是亲笔的女儿，而我偏是李家的子孙，这是上天的安排。当我求下你啊！唔好再讲，所有嘢都讲过晒。你以后咧要好好照顾可可。嗯。我走啦。哎，李华，今日一别，唔知道我哋兄弟可唔可以再见面？你饮杯酒。嗯。嚟，干杯。做咩唔饮？嗱，仲有一件事。嗱，我有一个幸运铜钱，一直陪住我，佢可以令人逢凶化吉。我送俾你，佢会为你同可可带嚟好运。李慧，我唔可以要啊！佢系你嘅护身符，你而家好需要佢噶。我嘅幸运就代表萧老板嘅不幸。这个铜钱不可以留，但是你坏啊。好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干一杯。好好，来干杯。保重。你坏。你抬高头接铜钱嗰阵，我调转咗杯酒。多谢晒。李慧，李慧，你唔好走啊！李慧，你唔好走，李慧，你唔好去啊！李慧，我求下你，唔好去。赵全，赵全，你醒下啦，赵全。做咩啊？你唔好理我啦，快啲救李慧，快啲去啊！
点解你阿爹唔嚟？我会做我阿爹个仔维永，睇佢老人家接受你嘅挑战。你就算唔忍心杀我，我都一定唔会杀咗你。你忍心杀我咩？到底有冇爱过我？冇，从来都冇。人嚟噶，佢你丈夫啊，你都忍心杀佢？我曾经喺我爹灵前发过誓，一定要打破烧你飞刀呢个神话，帮佢攞翻应有嘅尊荣。我唔可以背弃我阿爹，
小李飞刀礼不虚发，我放喺咁近嘅距离，佢如果真系想杀你，死嘅会系你啊，唔会系佢啊！我其实是爱你的，我刚才骗了你，也都骗了自己，我是爱你的，我不可以没了你。李慧，你醒一下，李慧，你醒啊，李慧，你不可以醒啊，谁能告诉我，你醒啊，李慧，你抱住我，抱住我啊，你不可以死的，谁能明白我，李慧啊，只想爱你一生就足够，月色如此朦胧，像是我不幸犯下的错，借着一夜悲催的风，捎去我远方的问候。追呀追呀追，追到你只是梦里头，看呀看，看到泪水止不住的流，紧握住了你的手，拥住了你的温柔，我又怎么敢去问，我们一起可以要多久？住了你的温柔，我又怎么敢奢求前世犯的错，今世可以重来过。我再不想见到飞雪，任我用飞雪杀了李怀。
我以为呢世都见你唔到嘅，我从来未试过咁惊嘅。我唔会俾你再离开我，呢世都唔会俾你再离开我噶啦。你话呢？如果到咗黄昏仲未见我翻嚟嘅话，就当冇生我呢个仔。我就在这里等善儿，她一定会回来，我要等她在回来了，她现在就在回家，善儿她一定会赢。你成晚都冇瞓过啦，你唔好咁样啦。过去嘅事，你咪再当系翻场梦咯，咩都唔好再谂啦。由今日起，你要学识忘记，将过去嘅事忘记晒佢，唔系你会更加痛苦。由今日起就当自己系另外一个人，只有听日冇过去，只有欢乐冇痛苦。
姐姐，可唔可以帮我做两件事？你讲，我会尽力而为。唔得，我要你发誓，一定做到。只要唔系叫我伤害你嘅，我发誓一定会做到嘅。好，第一件事，请你联络冷叔叔，请佢放消息出去。魏雨辰已经死咗，雪桥一战冇胜负。好，我应承你。咁第二件事呢？好好照顾我仔，将佢视如己出。佢长大之后，唔好话俾佢知，佢系施家剑同小李飞刀嘅后人。唔好教佢武功，话俾佢知，佢嘅父母系两个好平凡、好平凡嘅人。喺佢好细嘅时候，就已经病死咗。你唔要你个仔啦？你点可以忍心睇住佢咁细个就冇阿爹娘？我亲手杀咗佢阿爹啊！我亲手杀咗佢阿爹啊！我点样面对佢？对住佢，每一刻都系锥心刺骨嘅煎熬，我冇办法承受。我早就讲过，生存嘅人会比死嘅人更痛苦嘅。我爱佢，所以应该由我嚟承受呢啲痛苦。彩月，我走啦。你去边度？我已经帮史家攞翻尊名，我冇违背我对阿爹嘅诺言。我要去揾李怀。就算只是见到他的尸体，我都要陪他。你不要再做傻事了。我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你醒就好啦，你知唔知道你昏迷咗成日噶啦？点啊？做乜唔讲嘢？系咪伤口好痛啊？你如果想喊嘅，你就喊出嚟，或者嗌两声啊！李怀，李怀，你嗌两声啊！你可以闹我噶，你望住我，你可以闹我噶，你打我啊！我知道你爱彩月。我知道你想有个家，你想同彩月有幸福美满嘅生活，但佢呢一剑毁咗你所有嘅梦想。但我知道你嘅心仲未死，你如果真系死心嘅，你应该将薛彩月彻底咁样忘记。天涯何处无芳草，你要再企翻起身，咁先系真正嘅李怀。李怀，
泉。赵泉，赵泉，你话呢？点解佢唔同你一起翻嚟啊？你讲啊！其实你话系佢，你嚟做咩？你话撞咗未？我想见佢嘅遗体。如果撞咗，我想佢坟前拜祭。你竟然狠心杀佢，做乜仲想见佢？你同我躝，我唔想见到你。佢系我丈夫。求你俾我见佢最后一面，你仲有面话佢系你丈夫？你谋杀亲夫，天地不容！你再唔走，使唔使我杀咗你？你哋怪我系应该嘅，只要俾我再见佢一面，你系遗体又好，坟墓又好，就算你哋要杀我，我都唔会有任何怨言。对我嚟讲，生比死更痛苦，死份也是一种解脱。我可以同他在黄泉相见，生亦何欢，死亦何恨，天地悠悠，何处是家？我走了勿念，你为佢走咗？系，你为走咗？你唔系话佢死咗咩？佢冇死，系我孭佢翻嚟，我仲帮佢疗伤。冇可能，我有剑贯穿佢嘅心，佢点会冇死啊？佢梗系有可能冇死啊！你在石立城够刺过佢一剑，佢咪一样系冇死？咁系因为刺得唔够深，所以佢先至会冇事。你话唔似平常嘅人，佢与别不同。你话睇嚟你嘅意志力超乎常人，如果你要生存落去嘅，任何人都唔可以阻止到你，就算阎罗王都唔可以阻止。佢可以奇迹生存落嚟，同佢嘅意志系冇关嘅。只是因为他是一个怪人。怪人？是，一剑刺在心脏位置应该是致命的，任何人中了这一剑都必死无疑。李公子没有死是因为他跟普通人不同，我们的心脏都在左边，但他的心脏是在右边，所以他可以侥幸生还。黄师傅的确是这样说，你说他不同普通的人，他的心脏生在右边，所以你两次刺他，他都没有死。你说他未死？你说他未死啊？不是，你说现在说不定已经死了。他说要走，其实就是去自杀。怎会呢？你话醒翻之后，佢咩说话都唔肯讲。我不停咁样劝佢，我同佢话美好嘅生活就喺前面，但系佢乜嘢都听唔入耳。唔系，佢喺度，佢一定仲喺度。佢如果仲想做人，佢点解唔等养好伤之后再走啊？佢而家伤得咁重，冇人照顾佢，佢随时随地都会死啊！他根本就是不想做人。我了解你坏，他肯定会找一个没人的地方静静地等死。我了解他，我太了解他。我不相信，
他没死，我要去找他，我一定要去找他。日出又日落，也是一种寂寞。我去过过来的那寸土地，都找不到李怀，或者赵全讲的是事实。李怀已经死了，如果不是，为什么连少少消息都没有？我开始相信李怀已经死了，我开始觉得绝望。我一个人生在世上做什么意思？我想在我死之前去一个地方，那里有我一生人最美好的回忆，有我的家，有我的欢笑同泪水。追呀追呀追，追到你只是梦里头。看呀看呀看，看到泪水止不住的流。紧握住了你的手，拥住了你的温柔，我又怎么敢去问，我们一起可以要多久？追呀追呀追，追到你也只是梦里头。看呀看呀看，看到泪水止不住的流。紧握住了你的手，拥住了你的温柔，我又怎么敢奢求前世犯的错？今世可以重来过。